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民间春晚的大戏，观众朋友都熟悉，新老面孔都出现，才能无才和斑斓，新的面孔暂不谈，今天说说老演员，说说春晚老面孔，都是熟悉的身影。赵丽蓉和黄宏经典作品很流行，这些作品的创作知道的人并不多，都要归功一个人，此人就是巩汉林，曾是春晚的常客，如今踪迹无着落，这么多年没出现，电视网络都不见，消失无影无处找，很少有他的报道，消失不见因为啥，后边给您来八卦，巩汉林的成名路，听我给您来讲述。出生辽宁的沈阳，他的个故事长又长，父母身份是演员，从小身教和言传，教他河南梆子戏，盼他出人和头地，只因弱小不经风，学习唱戏不轻松，唱戏中气不太足，认识妻子叫金珠，认识生命另一半，从此人生也改变。金珠评剧的演员，又学相声也不凡，经过金珠的推荐，进入相声行里面，跪拜大师唐杰忠，从此发展很轻松，小品电视和电影各行各业他都懂，各行各业都成功，终于春晚舞台等搭档老师赵丽蓉，从此春晚也走红，如此包装很有才，打工起义接着来，夫妻搭档赵丽蓉曾经霸占了荧屏，观众认可和喜欢，引来交口和称赞，敬业表演来完成，累到老师赵丽蓉，累坏老师赵丽蓉，接着搭档了黄宏，小品定戏来表演，喜剧道路来发展，小品作品不算少，影视作品也很好，喜剧东北一家人，吓坏观众一大群，登上16次春晚，演艺事业大发展，对他事业帮助大，舞台上面传佳话，最后作品来安排，此后再也没登台，从此消失事业中，变得无影和无踪。消失舞台巩汉林，引来一问人一群，只因老师一句话，对他影响非常大，干妈恩师赵丽蓉曾经对他说分明，我们这行别将就，不然事业就到头，干妈对他有影响，对他影响非常广，没有优秀的作品，不如选择去归隐，离开舞台归家庭，陪陪家人放放松，儿子留学也归来，媳妇都到了前台，喜剧事业来传承，希望儿子也走红，那个也走。最爱念三四在国内唱绝和牧羊写一首唐飞电工艺之歌，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苦花组合，为他们量身制作月亮之上花遍全国，因歌曲的走火红却与苦花签约，苦火死不活已改名凤凰传说，因苦爱问传奇被别人一语打破，改名成凤凰传奇后在央视情歌赛上一战可红，因灵活太紧张没评上第三等奖，或是有俗话说是镜子总会发光，在星光大道上在赌场月亮之上，荣获的年度亚军冲进乐坛势不可挡，身躯光明作风有时间以后再讲，在成团10周年首先把祝福送上，我们到底爱情又要把什么来讲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感谢关注爱歌社团，去市场看。